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娜，我马来桑山采山菜来了。这山里面人比菜多呀，就在这个沟里。也不知道能不能采上。现在上山采菜的人可多了。这个蒜鸡柳，蒜鸡柳，蒜鸡柳拔点回去吃也行。那可好了，以前种地这个地里捡来吃。蒜鸡柳。这是一堆长树拔呀，这刚长的，还不算太大。要大的留，小的不要。小的再长长，没事咱再溜一遍。对，这长树娃多。嗯，这也行啊，爆馅的。爆馅好吃。嗯，这都没。其实上山都能采，一大老采。山里一条线，然后大大的装点兄弟去，山里面。这个几个瘦小的窟窿，有点瘦，瘦点也行。这小袋啊，刚长出来。这个是猴腿，这个有点老了。刚长出来的苦龙牙，苦龙牙。看到一个，这个以前来这个山，猴腿特别的多，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，上去看一看吧。看着一堆，有点瘦啊，瘦也行啊。这小不小的吃木果吧？不小，你掰着行，掰着吃。行了，小的，你别这掰。啊，没事。看这个，这个生吃都可以，生吃还甜呢。这样好去。以前咱就来这天采火腿上，你看，就是有点细，不见阳光的事儿吧，但挺好。这个也有点老。上山可一后就走一遍。以前我记得这顶有。这点还刚发出来，刚发出来还要吗？光天在咱溜溜一下，猴腿。怎么给你提的？心里边有的，昨天不好好的。看吧，今天上次溜没溜着。人有一条线吗？还一片，这还有啊，这都是，这也是，这也是，这也是，哎，看这个，这是幌子长得多大，多吓人，这是不能吃啊。可长得真大，哎呦我的妈，又糊了。看看这堆黄，
嗓子好大呀，沙哑。你吃么果棒好？嗯，好呢。嗓子我还挺嫩的。行了行了，你看好嘛哈。嗯。这叫学名叫刺五甲。嗯。咱们叫刺么果棒。你看，这是什么果棒？我吃这个是好，这个可好。他们要去卖哈，就那叶子菜，什么都整啊。又看见一对，这对胖，好胖。这一片的哇，那前面，你走这，走是，哎，这，发现一片。他们天天搁这走都没踩。这鸡腿也太好。嗯。你在那边踩过不是吗？这真是发了，看到没，一片一片。这还有。多好，比下边的胖乎多了，刚才在下边踩的可瘦了。看这一束刺么果棒多好，光带吧。我发现一堆火，多大。这个可不是山菜，这个是假的。这个也挺好，再长点杆儿，大点儿更好。不然大点儿，就让别人给踩呀。人家可是把杆子大上了，那是西瓜呢。谁也不能整，你就像看看整那杆儿，人家整。看这堆多好，这个，这个。前边还有这都是一片呢，一大片。看前面那个还有这个，我妈说跟那遇着一片啊，今天就发了啊。这啊，今天这酸菜采这一片，看上面那一片，哦，全都是。看那下边这，那有一堆，看多胖啊！太好了，这堆你弄啊！你这都是红辣椒，看这辣椒秧子，哎呀，这都是一片，这个是香菜吗？哎，之前我看有人采的，一片。啊，这一大堆苦龙多好。这还有一堆白萝卜，这个都老了，有点放松。这么辣椒秧，这还有一堆，多好啊。这下边都是，太好。拿就拍。那么好的光满了呀。
出差了，我妈回家做饭了，看满满一桶，我妈采了一筐、嗯，等哪天休息再来采吧，太过瘾了。